要不然走，我走路线可能忙。哎呀，带你玩儿啊，我不想去，一会儿又喂奶，一会儿又换尿不湿的。那些都是小问题啊，你提示我出门没有抱娃儿嘛？今天我们走路线可才是大事情啊！我们去看哈人家的装修的那个原则哦，内外墙就是这个老式住来的效果，然后我们可以进见哈儿，参观一下儿。我也个人去啊，有时候，哎，你去嘛，村儿主意噻，三个人家那么说，三个臭皮匠顶过诸葛亮的嘛。你去拍两张照片呢，我在手机上帮你取。要不得，我们去看哈儿嘛，娃儿一个是放心呀，我晓得。没事，走。哎呦，走嘛！看着黑，我不想去。我晓得你不是说不想去，你想去这是娃儿的问题，娃儿有我在，没问题的。走嘛！坨坨都没我把拿，娃儿抱进来，我给拿，我给拿。围腰都没盖，我几步还穿进去了。come on come on come on come on，别换了，我给抱娃儿。就穿这身上。是吧？好嘛，我感觉我走哪里我都想把你带进去。那天你咋没把我带进去？那天我咋搞忘记了？你们肯定搞忘记了吧？基本上都带到的哈。基本上。放心，我会开慢点的。管你。坐稳哈，我走了。走，我们去看颜色去喽，燕儿。弄造谣了，马上就弄了。一路到底，我看到好几家房子，好漂亮啊！怎么的房子都还是整得好。我坐车就喜欢看路边上房子，嘿嘿。偏了，这些房子才显得漂亮。天上大这一栋嘛。哇，这是按照图纸修的吧？对，他自己师傅在那儿去，只不过他是店里养成庄园区的。然后上面是线一根，下面是那个钢筋条块的。但是我总觉得哈，贴这儿是漂亮，但是我跟我感觉走进来冷冷清清的，有点冷的感觉。买些家具那些人摆的。哦，这一套你没有住起噶？你没有这套不在你们的？这个我们住的隔壁。哦，住的隔壁啊。哦，其实里面的装修都装得很好。我想到时候看哈儿，太安逸了。它这里面倒是全部都好像是木的，完全的线形的。因为你到时候搬家。哦，全部安到香烟那儿。楼上也整得好得很。楼上分的切噶。啊。楼上分的切。楼上分的切，他们分的切都是压脚石。这个。哎。这些压脚石。而且我们电视。这个成本怕有点高啊，这个。这个要得卖60块钱有。这个电视墙都做得漂亮，但是做法不一样，我们到时候刷漆跟他们都不一样。啊，不，漆人家漆吧，是我方我们随便花点白光的那种，然后。对，这个墙哈，我也觉得装电缆那儿好点儿的，我们。他们这个成本可能花得高啊，花的太高了，成本。这套可是他们做的7块钱嘛，我看一下。哎呀，别闹了，别闹了。好了。你看嘛，包括这个房间的话，这个手感哈，都是相当好的。那水巴沙，这边水巴沙。水巴沙的生肖工艺怎么做的？走颜色，你觉得好看吗，妹妹？还可以。这个很多年轻人比较喜欢，因为这种墙可能不是很黄啊。这岁数大的人他就喜欢黄颜色的，然后年轻的人就喜欢这种小墙。我觉得我岁数都有点大了。你喜欢黄颜色？哎。那个跳进眼睛，它就是做墙面的，加那个太平洋那个墙面，它是做的那个立体墙景色。然后那是背景墙，然后建筑它这是悬空的哈，悬空相当于它拖地的话，那个水就进不到。就房子这上。对，而且我们也做这种悬空的。啊。你那个不一样，可以做颜色，其实可以，直接那个就是三个颜色。哦，对。可以了，而且可以降低一样的出来的效果。哦，一样的出来效果，而且我们就不要这个背景墙了。要的。啊，简简单单的烧点漆就行了。基本上今天都在外观，安逸的很。哦，你看到喷的没得问题的，一个手上肯定没有。看到装修的太好了。这家的话，主体加装修的话，应该有70多万。这家？因为它里面的装修啥都用的好材料，就说可能材料的话，基本上也得70多万。但那边这家哈，那边这家因为位置的话，相对比那家来的快点，它一单位的问题。装修可能两家都差不多，这家的价格应该宽点，这家可能整体话应该90多万。90多万。对。哦，对了，你看，如果装好点儿，我买些房子，对了，太漂亮了。
那坝这边弄开一个坝子嘛，这个坝子都没多少钱的。还有一家是不是我们还？还家，那么走，我们走下家去看。还有一家平房的嘛，是？还有家是一层的，但是品质也高。哦，品质高。对对。看哈儿嘛，我们的。嗯，懂嘛？好地方嘛，这家的就是我们住的，然后外墙啊，做的是单朝的，不过铝合金工业，那这还是用的三合塑料，你看。三合塑料。对。这个也可以啊，对啊，就是单色的，它是单色的，刚刚一看那家它是双色的，我就双色，双色价格越高的啊，多两个喷喷就贵了。相当的，实际上看见我感觉都是一模一样，都是凹色。它是一层的，这套房子设计的咋样？这个一层的设计的好，两组屋头的看嘛。啊，那给人家拆装了不好意思。这相当于是淡区，然后这相当于是一个耍的啊，这个区域。哦，那是我看那是顶上，那是顶上种的。啊，现在那儿种的双眼皮，嘎。哎，双眼皮，加上个双眼皮吊顶噻。嗯，可以的。这个它这个厕所都设计的比较好，它是做的一个推平台的，平台的过了进去之后，然后厕所是隐藏式的。然后你在外面根本就发现不到，就在你推开就可以进去。要不然我们的就不做推拉的了，到时候就是冬天的好看一点。要得要得，只要能遮住那个厕所就行。你看把厕所隐藏在里面，我就想要这个效果。你在外面根本看不到有个厕所啊，打开那些打开再看是。在那个里面底下那个卧室就是一模一样的。哦，对头，这个我们就可以进去。对对对对，真的是最好的。我感觉这套房子太实用了，我突然感觉我买过的还没这个设计的好。啊，总共花了好多钱？哎，花差不多六七十万了，投六七十万。啊，是。上面水泥墙，你看嘛，你这一整了之后，不加楼梯楼下来，就直接就上面那个。弄不脏。不能跟到上面那个。啊，不会跟到地下的。哦，我买过，到时候墙面花了铝合金，水就流不下了嘛。对对对，万一有些狗屎的地方就沾了个地震线，不是连墙上面流花的嘛。漆还是选择好点的。对，漆还是尽量选大品牌的，因为这做出来我整体效果还有颗粒感保比较饱满的。啊，看着是要舒服点哈。我们那个门颜色不好搭配。墙的颜色对，他们那个墙和门，后期慢慢的做，到时候要做设计效果图。啊，到时候我看嘛，看做黑线条的嘛，还有外墙做黑线条的嘛，看做这种凹槽的，考虑一下。要得。那个到时候你去考虑嘛。